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、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。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87第四行：求道合正，不悟清邪。这两句是经文。何者？居调和、和谐、温和、和顺、和平、和睦、和和、和同、和乐，相应，注意。和的意思很多，这个地方举出这几个例子，现在我们的社会在整个地球大家都能够体会到，无论是大团体、小团体，大到国家、世界，小至个人、家庭，可以说就缺乏了这个和字。中国古人有所谓：“家和万事兴。”中国自古以来，这个国家、这个族群对和非常重视。那你看元明清这些皇帝，他们建的大殿，皇宫主要的大殿就是和。什么都不求，就求和。啊，最大的一个殿叫太和殿，在中轴线上。太和殿的后面是中和殿，最后一个叫保和殿。你就想到这些帝王的心是什么？求和。这个殿堂的名称
含义很深呐、啊，就是说他用什么治国，用什么保持这个国家永续存在，就靠一个盒子。人间最可贵的叫活四老，他能够调节纠纷，让大家和睦平等啊。这比什么都重要啊。这个世界上今天缺乏的，人与人之间，国与国之间，缺乏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。能把这个字、八个字找回来了，天下太平，那人民就有安乐，就有幸福。为众生制造和睦平等的，这就是佛菩萨。啊，那么反过来，破坏扰乱的，助长不好，这就是魔外，魔王外道，他们干的事情。啊，今天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世界发入魔墙，魔的力量太大了。啊，就是不和的力量太大了。啊，经常教导我们求道合真。啊，要和，要正。啊，正者从一，止于业也。什么叫正？古人教我们学习，一门深入，就止于一门。这就是真。那现在学东西，从小到老，学得很杂，学得很乱，学得很多，不真的。他们有学，有没有学到道呢？没有，与道完全相违背。那真正求道，道就是要一，要一门深入，要什么样的心态？心平气和，与道就相应了。那道是真，那所以这个真，也举几个例子。正就是的意思，啊，正是正中、正常、正直，举了这个这个意思，啊，正就是了，就对了，不正呢就错了。啊，正这个字是会意字，上面是一，下面是止，啊，一就止住了，这叫正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离这个原则了。我们讲一心一意，这就是正。
正要失掉了，所产生的现象就是妄想、杂念混杂在一起，什么都不是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经论上佛说的，无不是业。无不是罪。是肯定，是的反面是否定。正是中。失去中道，就偏邪。常是永恒不变。佛教导我们，行无勤懈，行包括一切有为，一个字包括尽了。起心动念是心的行为，言语是口的行为，动作是身的行为，行为再多，不出这三大类，身与意，都要讲求活着。平等和谐，没有偏差，没有错误，放之不取主意。念老用这四个字做和正的总结。方是正，方方正正；直是不取。积乐深重，和平中正，以求无上之道，故不为勤懈所误。这把这两句经文呢，简简单单解释得清楚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得这么辛苦，过失不在别人，别人没有过失，老祖宗教给我们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。过失在我一个人，不在别人，别人没有过失，这是解决问题真正最好的方法。把过失都推给别人，永远是没完没了，不是你这一生辛苦，你生生世世到哪一辈子你觉悟了，你回头了，过失在我不在别人，问题解决了。这是什么道理？佛在经上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清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
谁的心想？自己的心想。所以要找自己，不能找别人。啊，我的环境不是别人心想生的，是我自己心想生的。回头是岸，一回头就大彻大悟。那为什么别人那个人，那个人是我心里变现出来的？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，这一桩事情理太深了，事非常复杂。不是普通人能理解。佛常说，给我们这个概念，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理解明白呢？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佛所说的这些话全明白了。为什么今天我们读佛经都不懂？听经听不懂，什么原因？原因很简单，我们不是用活真的心，也就是我们不是用真心。用真心完全懂了，哪要说这么多，几句话就开悟了，就明白了。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听经可以说时间最短的，文句最少的，一生正式听经就一次。我们估计不超过2个小时，他就毕业了。他不认识字，当然不需要进入经本。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大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开悟。这一句经文在《金刚经》，大概是1/4了。看不到，《金刚经》5000字，5000多字，也就是说，他听经也不过听1000字的样子。什么原因？真诚恭敬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常说。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10分诚信得10分利益。我们今天连一分诚信都没有。这是真的。你要问为什么？我们迷失了自信。迷失了真心，有真心没用，从来没用过。完全用的是妄心。听经拜佛念佛都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如果用真心，你醒过来了，你不再迷惑。你真正离苦得乐了。
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自然通达明了。你不但度自己，也能度一切众生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继续看念老的注解。勤，勤者，邪也。侧也，侧是侧面，不是正面。啊，情符倒塌了，这些意思。邪呢，是邪物，与邪叫邪门歪道，叫邪歪。彼土深重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不为情邪所误。啊，所以你肚子里多少委屈，不要跟人倾诉，不必说。为什么叫废话？为什么不拿这个时间去念佛？觉明妙行菩萨教我们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为什么那么多的话？杂心现化，念念都是烦恼。你要是念佛，念念都是圣贤的教诲，与圣贤相应。为什么不敢？啊，早年李老师在世，常常提醒我们，这个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是什么人？我们都没想到，一心专念佛号的阿公阿婆。可能他们不认识字，他们什么都不懂。他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满面笑容，对什么人他都恭敬。啊，没有一个人他不恭敬的，没有一桩事情他有怀疑的。他一天到晚24小时。脑子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口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你跟他说什么，他回答你的都是阿弥陀佛。那一般人看这种人白痴，李老师告诉我们，这种人是佛菩萨示现。这种人往生极乐世界，上上品往生，他没有一个杂念的，没有一丝毫分别执着。啊，老师自己说，他明白，他一生想学，学不到啊，杂念去不了。那把这桩事情告诉我们，那往生到极乐世界了，这些杂念、妄想、邪思全没有了，那是个修学的好环境。啊，为什么？端在随经有力，不敢错贴，若于神门。端在就是专在。
阿弥陀佛讲经没有中断的，一切经中我们看到佛对弥陀的赞叹，阿弥陀佛在干什么？经现在说法，没有中断。极乐世界的人，身是法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法性跟我们现在不一样。我们现在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，我们起心动念认为我们的心，这个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阿赖耶的见分。阿赖耶是妄心，它的能量是变化，刹那刹那变化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永远不停。它是生灭法，所以我们的身有生有灭，我们的念头有生有灭。念头的生灭，我们茫然无知啊，没有丝毫感觉。前念灭后念生，它的频率多高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1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，单位是兆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每一个生命现的是什么样子？是全宇宙，佛法讲的变法界虚空界，就是一念生的，很难想象，无法想象。其实离根四都不难。中国人讲《易》，《易经》，所有学术的基础根本，易是容易、简单的、简易。佛法如是，整个宇宙从哪来？一念生的，一念是全宇宙。好像我们打开电视机，屏幕上马上声色现出来了，怎么来的？一念来，这一念按下去它就生出来了，全体同时呈现，没有先后，不是哪个在先哪个在后，不是同时，生出来之后它就灭了，第二个念头又生，第二个念头跟第一个念头有相似，不是完全一样。不可能有两个同样的。所以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这种现象叫相似相虚相。如果完全相同，那就是相虚相，不是的，相似。每一个相都是新的。
跟前面不相干。那我们感官上最贴近的就是身体。啊，身体之外是我们居住的环境，一念生的。念念不一样啊！你在这一念当中，这个一念范围太大了，整个宇宙啊，我们这里看到好像没变化了，看整个宇宙变化就大了，啊，就晓得同小同，异是大异，大部分不一样，贴近我们身体少分好像是一样，实际上不是一样。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古人说的“行有不得，凡求诸己”，我就完全承认了。话说得好，一点都不错。为什么？整个宇宙是我们念头变现的，不是别人，是自己，自作自受。啊，那我变现的，你变现的，我们有相同的地方，没错。有不同的地方，有相同的地方，这个叫楞严经上说的同分见妄，妄是妄想，不是假的，同分有别业见妄，个别的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们同样看一个人，同样看一个事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你有你的看法，即不同，叫别业。佛经上讲得清楚啊，啊，极乐世界那么好，没有别的，老师好啊，环境好。阿赖耶变现的身需要养分，啊，需要饮食，啊，阿赖耶见分变现的心，心也要滋养。啊，他不需要物质，他要精神。精神是什么？是喜爱，是欢乐。啊，中国古人讲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啊，他生活快乐，欢喜，精神好啊。啊，极乐世界的法是身，是法性身，土是法性土，法性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喜乐，它不需要这个养分，那个身是不生不灭身。是永远不会变、不会坏的神，不要饮食，不要睡眠。啊，他靠什么成长？完全靠阿弥陀佛讲经教学。所以，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莲花化身。我们的转变是在莲花当中，
啊，这个地方把升起放下了，不要了。啊，我们那个灵，灵就是阿赖耶识。啊，上了莲花，阿弥陀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里头，让它变化，自自然然在里面变化。变化是什么呢？就是法相宗所说的转识成智，他在莲花里头转八识成四智。脱胎换骨啊，把阿赖耶摆脱掉了，妄心没有了，真心现前，四智是真心啊。所以花一开，现的身就是法性身，看到的环境是发心图变了啊，那个世界不生不灭，那个世界人无量寿，阿弥陀佛是无量寿，个个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啊，自性里面本自具足的的能通通现前。那佛简单给我们介绍无量智慧，无量的的能，无量相好，说出这三大类啊，心得身相高大了，不是32相80种好，那是我们娑婆世界人道所说的。啊，世尊在观经上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的报身，身有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好，每一个好放84000光，每一个光明里头都有佛菩萨在讲经教学。弘法利生，在阿弥陀佛身体上看到，看到全宇宙，啊，一切诸佛在那里做什么样的活动，全部都看到了。阿弥陀佛如是。每一个往生的人皆如是，身跟宇宙合一了，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一体，这叫法身啊。大乘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这是诸法真相啊，是事实真相。学佛的人终极的目标就是回到回归自信啊，回归自信叫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
啊，自心里头一法不离，它是光，无量光。啊，像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十几盏灯，通通打开了。啊，每一个盏灯，我们的比喻一尊佛，那一尊佛，佛跟佛光啊融在一起，分不开了。啊，所以进入常寂光，自己光跟所有一切诸佛的光，过去诸佛、现在诸佛融成一体。这融成一体，智慧融成一体，我没有修过的，别人修过的，现在融成一体，他修过的我都懂，我都会啊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平等的，智慧平等，德能平等，相好平等，样样都平等，平和，真等。这是佛法达到究竟圆满啊！整个宇宙跟你是一体，而且你真正能受用到啊！设法界大乘讲道。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如来刹土，每一个刹土都有设法界。是一体的。没有分别的。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他们生活的空间无限大了，啊，地球上的人空间生活空间太狭窄了，啊，地球在太空当中是个小星球，不是很大，啊，那么这个星球海洋比陆地的面积大，所以人类居住的地方很有限。我们活动的空间就不大了。啊，现在借助交通的方便，有飞机，有轮船，啊，有汽车。你一生的活动离不开地球，太渺小了。那么极乐世界的居民，他们活动空间是全宇宙，而且能够回到过去，也能够走向未来。啊，因为极乐世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。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没有，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，啊，没有此界他方，想到哪里，他就到了。不需要动一步，便在当下，这是真的。如果时间空间是真的，这就做不到了。我们今天不知道时空是假的，把它当真，所以它产生障碍了。如果有一天搞清楚搞明白它是假的，不再执着它了，
那么时空就突破了。啊，这就是你神通现前了。啊，你有天眼，有天耳，有他心，有宿命通。啊，有神足通，有漏尽通。啊，你的六根的活动，无量广大了。中国古人所说的“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”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跟我们说的很清楚。啊，微尘里面有法界，普贤菩萨随时能够进入微尘法界，去供佛，去闻法，去帮助一些有缘众生。啊，那么这些理事搞清楚，搞明白，对极乐世界向往的心呢，就能生得起来，这讲正好，真正是我们理想的居住、学习环境。啊，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成佛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一个最后不能回归常寂光，没有，个个成就。所以他们随经越令，越是约束，令是命令，是法律教令之一。啊，弥陀天天讲经，大家听得耳熟，自自然然遵从佛陀的教诲，不会违背，这就叫随经约令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教学困难，没有好老师，他不能给我们做好榜样。啊，我们自己不肯好好的学，业障、习气、成见太深。啊，明明知道是错的，还要干；明明知道佛教的是好的，还不相信，半信半疑，不肯真干。依然造业。啊，错失足就是颠倒。啊，颠是颠倒，错也是颠倒的意思。什么呢？指莫共操作时以莫神谈话之黑线匠人一心失意，浮居，不敢有毫厘之差。这个什么现在没有了。啊，抗战时候有，战后之后逐渐的，这个工具没有了。啊，过去就抗战以前，木匠要锯这个板，他用这个磨线，这一边钉个钉子，拉直，弹一下，这个线子按照这个线来锯，
这就是要规矩。是不依规矩，不成方圆。啊，依照这个信，不敢有毫厘之差。这是比喻极乐世界的大众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，遵循经中的教言，就像木匠谈的这个什么依信来施工，不敢稍有为师，稍有为师他就错了啊，他建筑就有瑕疵了啊，说明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菩萨们遵守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就像木匠依靠什么那样。啊，不敢有丝毫违背。所以才能成就啊。啊，他不至于失败呀。不至于为偏邪所误，本应勤修坚持品。里面说：“随顺我教，当效日佛；无德为妄，增减经法。”与这个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教导我，随顺我法，随顺两个字太好了。学佛能够随顺经教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啊，如果随顺自己的爱好，随顺自己的习气，没有一个不失败。这真的一点不假。印光大师说：“你能随顺一分，有一分成就；随顺十分，有十分成就。你有多大的成就，看你能随顺多少。啊，完全不随顺，那肯定是无间地狱。”为什么？你破坏三宝，啊，你让大众看到你这种修佛人，人家不生信心，把外面的修佛信心的毁掉了，这个罪就是无间地狱。啊，所以望经还原观上，贤首过世给我们讲四德，那就是四条戒，最简单的第一个，随缘妙用。啊，随缘，普贤菩萨讲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是随缘。妙用什么？不用妄心，就妙了。
用真心的，真心没有念头啊，有念就是妄心，有念是阿赖耶，没有念是自性，叫心性啊，真心本性，这个好。啊，第二句，大师教我们，活在这个世界，一定要给众生做好样子，唯一有责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要给大众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那就是持戒。最好的榜样是什么？三规五戒是谁？啊，今天三规五戒神为什么做不到？十善还有根，我们没有善根。十善的根是什么？是弟子规，是感应品。弟子规是儒的根，感应品是道的根，十善业是佛的根。佛比他们高，换一句话说，佛要没有他们的根，就成不了佛。啊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经历三福。是所有佛法，无论大乘小乘，宗门教下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所以佛说，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。啊，三世过去修行成佛，现在修行成佛，未来修行成佛的，都不能违背这三个原则，违背他成不了。你说多重要？啊，第一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我们做到了没有？不听父母的话了。父母的话是好话，是正确的，不听啊，不尊重老师啊，想法、看法、做法，都跟老师教诲相违背，他怎么会有成就？这两句是处世间教学的大根大本啊，没有这两句，人心就坏了，社会就乱了。啊，所以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啊，没有弟子规，师道跟孝道没有了。为什么现在家不像家，社团不像社团，国家不像国家？什么原因？就是根没有了，孝道没有，师道没有了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
啊，什么时候社会能够恢复到安定和谐？什么时候把孝道、师道找回来了？问题才能解决。啊，否则的话，这个乱象永远不能化解，而且会越来越严重。这是真正的事实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第二句，慈心不杀，落实在感应篇。最后修十善业，可见的十善业要有前面《弟子规》感应篇的基础，十善业才做得到啊！没有前面这个基础，十善业有名无实啊！那不是佛弟子，不是佛弟子冒充佛弟子，这有罪过。这不是好事情啊！冒充佛弟子破坏佛法，这是魔啊！魔子魔孙，不是佛子佛孙啊！我们要用这个来检点自己，要用这个来反省。要回头啊！无德为妄，正见见法。佛在经上怎么说的？一定要遵守，不能把自己意思加进去。不能把佛所说的意思省略掉，不可以。啊，下面这都是佛说的，历经一字变通魔术。学佛的人，自行化他。一定要有经教做依据，啊，历经一事变通无数，是幕后念老劝人，事之行人，唯当以圣言量为一指引，这个才不会有差错。现在这个世间人不依圣言行、圣言量的人太多太多了，啊，什么是圣言量？我们参考资料里头，第二页，是《中华佛教百科全书》里头的解释。圣教量，又作正教量、智教量，
意志从可信仰者所受之传统之教。啊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可信仰者。谁可信？啊，这就是要让我们去选择老师。用什么条件来选择老师？这个老师学佛，他有没有做到？佛在经上所讲的，他统统做到了，我们可以跟他学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通过他自己修行印证啊，他要只是讲经教，自己没有做到，那个不可靠。为什么不可靠？他把经讲错了，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通过真正修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所悟出来的跟佛讲的是一样的，这就是真的。也就是说，佛在经上所说的，他在日常生活要把它证明，证明经上讲的正确的。所以老师要有修有证，这是第一标准。实在找不到这样老师啊，这个老师有修没有证啊，就是说他学经教，他依教修行，还没有到正果，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也可以相信。如果他只是会讲，他完全没有做到，这就不能相信。那个问题很多，他所讲的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那至少他自己读诵信解能做到啊，做到他才有法喜充满，这是一个可信仰者要找这个人啊。那我底下下面接着说，可信仰者呢，即指佛菩萨诸圣贤，以圣者所说之教示正确无误，依之可以，量之种种意趣，故称为圣教量。啊，这个量就是度量的意思，就是标准的意思。啊，他有没有讲错？有没有学习偏差？这都要很注意的事情。啊，我们一辈子要是走错了路，太冤枉了。啊，到最后还离不了六道，甚至到三途去了，这不是太可惜了。啊，学佛最低什么成就都没有，来生还能生人天，不是人天身份，保住了最低的标准的。啊，要是堕三途的话，那就全错了啊！啊，我们细心观察，拿着佛性的对比，不要去比别人。首先要比自己，我自己在十法界与哪个法界相应？认真检点的恐惧心就生出来了，畏惧，畏惧心生出来，他真正忏悔啊！
他知道不忏悔不行啊，不忏悔非堕落不可。净土圣贤录里头记载着宋朝盈科法师，那是个最好的例子。啊，他出家了，不守清规，做了很多错事情。啊，古时候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做错事情那些人，比我们现在都强。他们的罪轻，我们的罪比他重。这是一定的道理，我们的环境不如他们。啊，几个人能不受环境影响？啊，佛法从我们这个三代来看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啊，我们的老师比不上他们的老师。啊，那我们这一代比不上我们的老师。啊，这上一代，他们无论在德学，啊，存心言行，无论在哪里都是我们的好榜样，我们没学到。啊，他们跟他们的老师印光法师那一代，那又不如，走下坡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啊，那我们是这一代，下面这一代比不上我们，这怎么办？这是个衰灭的现象。我们今天着急的没别的事情，就是这种事情。啊，方法有，理论有，谁肯干？真正肯干、有使命感的人，发大菩提心，拯救正法的存亡啊！这个功德太大了啊！救正法就是真正救一切众生的。不依经教是不能成就。经教里面的经文，求道合证，不误倾斜，随经约令，不干错题，若于神末，先为道末，就这几句。这几句你通通明白了，通通做到了，你就能拯救正法。
啊，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，你也能开悟。为什么？真诚心感动佛菩萨。啊，佛菩萨会帮助你。佛法教学的理念，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跟这讲的火证相应的，一门深入，证就是一止，一就止了，不再有二了。止于一部经，或是一部论，一生专攻这一部经。每一天去念它，这叫学佛。啊，念多少呢？用时间来算，每一天最好念10个小时。啊，你如果有工作，工作很繁忙。每一天至少要念4个小时。啊，早晨早一点起来念2个小时，晚上念2个小时，就念一部经。念多久呢？一辈子就念一部经。念经的目的何在？目的在修。清净心啊，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就目的在此地啊，不念妄想杂念统统起来了，你的心是乱的啊，乱心是凡夫，定心是佛菩萨，是声闻缘觉啊，所以念经用念经作为手段，目的呢？目的是清净心啊。4个小时，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这叫修定。用读诵经典的手段来达到修定的目标，是这个意思。念多了，念久了，自然会背。那个会背诵啊，那是附带的，不是主目的。啊，不是叫你背书，所以不能把这意思搞错了。啊，是修定。84000法门，80000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门径。全是修定，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，通通都能得定啊，只要你一他就会定下来，二就定不了了，三就乱了这是佛法，佛教人成佛的方法，没人学啊，可能也没人懂。会讲，讲完之后并不懂。啊，这是佛法教学的理念，一门深入。尝试学习啊，手段呢，就是一部经的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可
自见就开悟。所以这心先求清净，再提升到平等，最后觉了，觉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不要老师，老师教不了，老师可能自己都没有得定，他怎么能教你？如果他的妄念很多，杂念很多，啊，想法很多，看法很多，这对学生没好处。啊，在净土宗的历史上，真正修定、懂得修定，用一句经本，这个一部经本，或者是一句佛号，一句佛号也行。啊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用经呢，用这一部经本，除这一部经本之外，我什么都不看。啊，三年五载。清净心先前，只要清净心先前，你就有智慧。清净心起作用，智慧。那妄想、杂念那个心起作用，都是烦恼。啊，清净是小乘禅定，就是声闻缘觉。啊，平等是大乘的禅定，是菩萨，是佛。啊，小乘的清净心有小的悟处，比我们六道凡夫高明。啊，那大乘平等心的起的作用，那更不必说。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这个道理说出来没人相信，你摇头啊。啊，香港早年有个法师叫慧人，啊，智慧的慧，忍辱的忍，跟我是老朋友。啊，他大我五岁，我在台湾讲经，他常常来听，他很羡慕，人非常聪明，我劝他学教。啊，他跟我到台中，啊，一直李老师，他住了十个月，离开了，他受不了，对进度太慢了。他想在短时间中一下学成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好高骛远呐！我叫他一门深入，他不服气。他说：“你学的那么多，你叫我学一样，是不是怕我超过你？你嫉妒我？有什么法子？”啊，到晚年的时候。他才觉悟了，我教他的是正确的，他明白了。年轻的时候不相信，不容易啊！啊，好学，如果听不懂善言。经上讲这个正字，在中国的文字学，这什么意思？正就是一门深入，正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正。啊，正就能开智慧，
正就能得禅定。那我们这部经上没有说禅定，清净是禅定，平等是大定。啊，觉就是开悟，就是明心见性。经体上啊，啊，这是修因的，果报呢也在经体上。大乘，大乘是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叫大乘，无量寿身德能，啊，万德万能。第一德就是寿命，如果寿命没有了，全落空了。啊，所以说寿命是万德万能的第一个的要求的条件。啊，庄严是美好，啊，一切美好的基础，从哪里来的？从清净平等觉来的。体是形容极乐世界啊，所以圣言量比什么都重要，不依圣人的话亏吃大了。中国古人所谓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啊，所以我们应当要以圣言量为依止，要以依靠止于圣教所说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：无住圣行，况无他念，无有又是自然无为，虚空无力，但安无欲，作得善愿，静心求索，含爱慈悯，离异度合，包罗表里，过度解脱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贤为盗墓，况无他念，更无有时。第一句心所慕求者，皆是至道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养成这个习惯？啊，我们心里所羡慕、所希求。至道是什么？至道是极乐世界。离开极乐世界，至道是如来的大般涅槃，那是我们学不到的。我们没有能力，先要承认。我们只有依靠阿弥陀佛，才能得度。离开阿弥陀佛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。那我们听到断烦恼，头就痛了。真正断不了啊，我们断不了啊，我们上一代老师也断不了。
李老师的智慧德能我们比不上，他没办法。最后只有走阿弥陀佛这条路。那我们自己也衡量自己，那佛的道门84000，没有一个门我们能走得进去的。那小乘出国虚陀洹，我们没办法证得。大乘实性位、初性位的菩萨，实性就等于小学，初性是一年级，我们也没办法证得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的条件要断见惑，啊，见惑有五种。第一个是身见，这就是个大难题。我能把身放弃吗？佛说得很清楚，身不是我。决定不能执着身，啊，执着身是我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一定要知道身不是我，不是我是什么？好像是衣服，衣服是我的，衣服不是我，脱掉不行脱。啊，佛告诉我们。身体跟衣服没有两样，你能够舍身，像脱衣服一样那么自在，身见破了，啊，真把它看破了，啊，身有生命，我没有生命。如果身体是我，身死了，我不就没有了？谁去投胎啊？谁去往生做佛啊？不是问题都出来了，所以他真的不是我，他跟我不相干。啊，身体生死跟穿衣服脱衣服一样。啊。每一天晚上睡觉脱衣服的，哎，身不要了。早晨起来的时候穿衣服，哎，这身假身我还是要用它一天。常常做如是观呐，对自己有好处啊。啊，对于这个身就不再爱惜了，我要用它，借假修真。啊，他还有用处啊，但是他不能做主宰，他要做主了我就完了啊，那就注定啊不断的搞六道轮回了《金刚经》的前半部要破四相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个意思合起来，就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人生这一世，一场梦啊，可不能执着，可不能当真。这是假的，
啊，《金刚经》末后一首偈子说得好啊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啊，六道是一场梦，这一场梦梦醒了，醒了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四圣法界。佛告诉我，四圣法界也是假的，还是一场梦。那么六道是梦中之梦啊，知道是一场梦啊，把它放下就很容易啊。不知道样样当真呢，那放下难了。啊，所以首先破身见。啊，接着呢，破边界的错误的。边界是两边的看法，就是对立的。啊，这不是真的，是错误的看法。啊，因为有我，我跟人对立，我跟事对立，我跟一切无对立，错了，无我，无人呐，无众生呐，无寿者。寿者是时间的概念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。啊，自性能变能生，宇宙万法所变所生。啊，能变里面，他编出一个阿赖耶出来。阿赖耶不是真的，假的。啊，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。自性是真性，阿赖耶是妄性。阿赖耶能现象，能生一切现象，能生能现。阿赖耶能变，把真心所生所现的就像把它扭曲，而这个自信所现所生的是十八图，如来的十八庄严图叫一真法界啊，那是法性图法性身。阿赖耶能把法性图法性身扭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变成三恶道，通通是阿赖耶变的。所以不用阿赖耶，十法界就没有了，完全是假的，一真法界现前。那阿赖耶我们用成习惯了，无量劫来都用它，都把它当真，以为是自己的真心，铸成最大的错误。啊，《法相宗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要转识成智，转八识成四智。不再用八识了，不再用八识，十法界就没有了，回归到十八图啊，在十八图里面
再断无始无明的习气，习气断干净了，自然就回归常寂光。宇宙万有，包括我，从哪里来的？现在要怎样才能够回归到本源？今天量子力学家有了这个概念。他把宇宙的原始视作一个点，原点、零极限，他用这个名词，这名字也很好。零表示什么都没有，一法不离，零极限，如何回归到零极限？宇宙从零极限发生，现在如何再回到零极限？这就是佛教。所以佛教在净土中就是回归常寂光，在84000法门叫回归自性。常寂光跟自性是一个意思。自性是从体上讲的，常寂光是从相上说的，但是这个相是自性的相，非常微妙，无法想象。叫我们回头啊，宗门的常说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。所以要有一个羡慕，要有一个所求，我们不羡慕六道轮回，人间天上不羡慕，不羡慕荣华富贵，因为它是六道轮回，出不了。也不羡慕佛法讲的大小乘显密，无量法门，为什么？我们做不到，真做不到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想了想，这个法门我们做得到。净土法门，经论不多，这一本够用，足够了。而且这一门圆满的，84000法门都从这一门延伸生出去的。所以佛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一法跟84000法门平等的。这一法门我们真正字字句句搞清楚搞明白，我们矿是广大，这个地方有解释，其心空广无有妄念，是这个意思，没有念头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都妙了，妙绝了。所以不要有杂念，
不要有妄想，什么事都是假的，能放下的尽管放下，能不说尽量少说。啊，念佛第一秒，一秒钟都要抓住，不要让它空过。啊，这才叫老实念佛，真正弥陀弟子。一秒钟不空过，有一秒钟我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秒钟没有念佛过去了，叫空过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你就有他念。啊，希望自己真正做到狂无他念，无有有思，对这个世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。这也确实放得下了，真放下了。啊，上面这一句看得破，真正看破了，真正放下了，啊，才能随缘妙用。啊，做不到随缘妙用。就是他没看破，他也没放下。啊，看破放下之后，自然无为。啊，哎，这个地方讲的，况无他念，万缘放下。啊，贤为盗墓是一念淡体。无有忧思，当念即是，一声佛号，万虑气消，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。啊，沁然独存，何惜何有？故云无有忧思。这注解里说得好啊。灵光参考资料里头有啊，术语，佛门术语，人人固有之佛性，灵灵照照，二方光明者，所以称它做灵光。灵光不生不灭，但是它有迷，它有悟，迷它就不见了，悟了它就出现了。啊，他没有生命，底下举不障禅师上堂说法，啊，有这么一句：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。啊，这是大彻大悟。现象，人在彻悟的时候，啊，迥是远的，远离的意思，远远的摆脱根尘，根是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尘是六尘。色声香味触法，六根六尘都摆脱了，二方光明了。啊，是提路正常。啊，根尘通通放下，
就是我平常讲的简单，但是很不好懂。于一切法不执着，不分别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这个境界。啊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眼见色而闻声，都没有起心动念，决定不要把这个念放在心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自然现象。啊，不闻不问，不放在心上，你的心就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这个就是穷途根尘，剃露真常。啊，不拘文字，所以认不认识字，有没有念过书，与这个不相关。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伊斯兰教创教的圣者穆罕默德也不认识字，也没念过书。他能够口述一部古兰经。啊，他的弟子帮他记录，啊，他为什么能说得出体露真常？啊，真常就是心得了，完全流露出来了。啊，真永恒不变，常也是永恒不变的意思，不生不灭，心性无染。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是：没有想到自信本自清净，本来清净，自然清净，它没有染污。那本自圆成，圆是圆满，成是成就，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本自具足，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本自具足。啊，但立妄缘呢，即如如佛。关键在这一句，你要能立得开呀、啊，妄能卸掉，妄就是阿赖耶。你能把这个东西卸掉，当下就成佛了，就是如佛。啊，所以念老这个后头接着两句话，沁然独存，何喜何有，故人无有有失。你的烦恼牵挂也扫干净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